2006年第廿七条啊，呢、这个 pull out 嗰阵嚟，咁可以咧画翻个图先啦吓。咁就系咧讲紧你画咗个45度先嘅，45度咧系咩嚟嘅咧？其实就指紧咧你呢条叫做 S 轴，喺 S 轴嗰度咧就逆时针转45度角，咁样逆时针转45度角，咁所以过到嚟咧点样？有点叫做 point A 嘅 point A 啦，啊咁至于五系咩意思啊？这个、5呢个五咧就指紧 A 同 origin 嘅距离咧就系五啦。好啦，咁要留意翻咧，135同45就相差90度嘅，咁变咗咧，你画 point B 咧就系转多90度，即系话咧你会咁样动过嚟，呢只角系90度角，然后咧呢度有个 point B 啊，咁、那个距离就系12啦。佢而家就要叫你计呢个距离啊嘛，A、B 呢个距离，咁啊用 Pythagoras 咯，呢个直角三角形嚟噶嘛，咁所以直角三角形嚟嘅话咧，你应该就系做到开方 square 加12 square，即系13啦，答案 C 啦。